今日咧就要豪輪嘅咧，豉油王子啊！係豉油王子，亦係鐵砂掌掌門。哇！鐵砂掌喎，呢個概念。乾杯，飲啦！哇！幾個人都擺翻，快啲，快啲！喺豆潤咁細笪地，養造傳統最佳保質期。你要使咁多時間先去產出一缸個豉油。這木桶都是早期裝醬油的桶子，這樣。像酒桶的概念。傳統加傳統就是一種創新。去到散卡拉都帶住嘅 VY 卡呈現，散卡拉拯救隊，今晚11點 ，Feel TV。